大家好，今儿个呢，就是我再介绍，这是我徒弟，开房好像是日本名字那356是吧？这是他徒弟的侄子，应该这个是给我，这个东西是给我徒弟他们师兄弟做了一个墙，对啊，他们说的我也不太清楚，这是白酸的，是吧？你听听不懂，老硬开了。咱这边呢，主要是这箱子，这种箱子应该就叫穿顶满盖的箱子。所以说呢，好像这个视频呢，我说我拍一个，让大伙看看，看这箱子写到严实到嘛程度。我感觉应该这个活啊，还行。是一对箱子，大对的白马。这都是独板，应该这前面这是独板，让你们把这刷料卸起来，行吗？反正这个活说真的。看着容易，做时候也不是那么慢玩。好，一定要找油。这个料看着就够舒服。别够麻利啊！是我这大丸子，我操，这最少这得活总共，这是我的十三徒弟。这大丸子最少得长几百年，我感觉。这个这料，谁知道？棉那个白酸就是有磨烂，把粉磨烂。白酸能长那么大？烂吗？白酸的料子，你要是混完之后，咱俩在这儿有。我这涂木兰油啊。啊，行。这料子干嘛？怕箱子上。哦。摞一层，再来他要单个胶子冲不上。你排行十三，你比他大多少，知道吗？大不少，岁数也比大啊，排行也大，对，脸也大，我那嘛玩意儿那个，我眼儿大，脸小，是吗？拿斧子，垫木头，这木头早准备好了，那个短，行不行？玩这个。这舒服啊，这一下整个人。然后都是都是。不行不行，别呢，弯小点，弯小点。小点。小马，咱这斧子不行，你都换把斧子，咱斧子要一撩吧，那眼就撩吧。行。这斧子老快了啊。给小点来个屁股，你看，留点给这，留点错。好。
光磨出动架难度，已经没问题了，你们放心吧。从那干活还真够麻利，打小把练耍脚练出来的，是吧？好手示范呐！这点不老关键了，这活到时候他瞅出来，要不你到时候他就不骂了。脚磨烂了，脚磨烂了，我头穿了，要不我都举不下来了。你还磨烂？知道了，磨烂了，早是磨了。看这以后有没有脚？对，应该对。要不一会儿我给你掐完之后，它粘，一粘就掉一块肉是吗？哥，我一粘打不开了。对呀、啊，粘就掉块肉。那么都得磨烂。那个，对，这里头有点，那拉拉的，有一点腰，这脚太结实了，有点腰，那肯定要有点，行，够吧？怎么样，三个点？搬箱，那箱吗？箱吗？啊，这都箱子，我天！这么快就穿墙了？干活，对，我干活。
这木头好几百年，做完这个能用最少能用一百年。这木头，这箱子最少能用。要是还是你真懂得多，那你到一百年老了。他马上不做这个，这不是建党一百周年，他不是为建党一百周年献礼吗？这个。你什么事儿都能嘛找出理由来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呛？搁五百，你那不有锅吗？没锅，一点都有锅。这个枪再刮磨刮磨的，就来就老硬气了。行，行了，那个呢？那个写一个就完了，那个还能成？行啊，都一样的活儿，那都是一样的东西。对对对，你啊，行。够光了，还行。好，再一个，等它刮出来之后啊，我们再把前头跟你老照片看看，这俩应该老漂亮，对吧？那样的木板，上面木板，行。我操，那么大木板还怎么？好是，五十啊？五十抛，抛俩48。哦，行，好，来跟大伙儿打个招呼，小不点为了这些人转个圈。转个圈看看，这家伙都来看这俩箱子，看看这活应该还行。他带紧了就没戏了。我操，过不了，刮出来就行了。好，接下来两边，看了啊，看我马桶做这活吗？我得看到这一二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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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了吗？这都打对了，看了，转一圈小不点，看你转一圈，踢两。这箱子板正厚的，1.6、1.7，我操，1.85，我天哪，我1.85箱子，真半毫米也你看看，你等嘛了？这都是你看，这全打坠的东西，你看这刚下完胶这是，看啊，这都是，这俩上盖一样吧？你上面这盖都打坠。看看看这个这俩花，看着现在不嘛吧？倒个角完了之后一刮磨，这个东西老硬开了。这来，这就是他做的。还主要是他做，这家伙这活不太小，你看他长得，他长得不着急，这个人岁数也不太小了，看着老小孩来了，干了多少年了？好多年了，干了10年了，做的不错，行了，这是我徒弟给他们孙子做的，对，应该是都是好工匠，都读完了这算好，你看两个穿的，啊，你看两个穿的，这就是原穿的满盖，好，就这样，行。